胜。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高雄竞选总部落成，陈其迈在高雄掌舵，牵起党内立委参选人的手，营造团结胜选气势。蓝营拼选战，把遭高雄人罢免的韩国瑜请到高雄来帮侯友宜站台。我们高雄子弟80%毕业之后都离开高雄，80%因为找不到好工作，赚不到钱。韩市长爱说笑了哈，那他已经在高雄已经很久的时间，那没有在这里，可能他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哈。过去在永续城市，在竞争力评比都是六都的最后一名，我们现在是六都的第一名。韩国瑜拐弯批评陈其迈轻松化解，还能笑得出来面对这段话。为什么韩国瑜的悲哀，就支持我的男的基本上都射户线肿大，其实支持我的女的都过了更年期了。疾病啦哈，或者是生理现象啊，在选举的时候不要随便开玩笑了哈。我看的也是一头雾水了哈。悬疑的陈其迈可不开自家支持者的玩笑，助攻2024总统和立委选战，陈其迈和高雄第六选区立委参选人黄杰特别再和选区内现任议员来张自拍合照。随着黄杰确认接棒赵天麟参选，凤山再传要发起第二次罢免。雄女就在前进区，也是我的母校，所以在从求学到工作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在高雄努力的打拼，所以没有所谓的落跑问题。黄杰强调，仍为高雄打拼，尊重各界声音，影响立委选战。三立新闻同友陈文玉文高雄报道。